tips 有兩個嘅，咁第一你可以揀當中嘅食材啦，咁顏色方面咧最緊要就揀得色彩繽紛少少，咁一層一層咧，咁出嚟嘅形態就會靚啲啦。咁第二樣嘢咧就係如果你想增加個蛋白質嘅話咧，咁最好就可以加啲豆類，比如鷹嘴豆或者紅腰豆之類。牛油果、芒果、車釐茄同埋紅菜頭都要切粒，青瓜同埋車釐蘿蔔咧就切薄片，將圓形模咧就放喺個碟上面，先放牛油果粒、車釐茄、芒果，記住咧你每落一層嘅時候咧用匙羹壓一壓實佢，等佢咧起模嘅時候冇咁容易散。最後咧我哋會加紅菜頭，拎翻起之後咧，我哋就可以再放青瓜片同埋車釐蘿蔔，裝飾咧可以加上芒果粒同埋薄荷葉喺上面。彩虹层层叠就完成啦。绿在家中冇难度 ，Green yourself。